对我又是温柔又是莫名的冷漠，我的心像火熄灭，我闪动都是因为你左右。啊，太多的事要做，啊，怎能就此停留，挣脱所有枷锁，忘记伤痛，跨越最高的山峰。在以后，啊，都是无悔选择，付出所有光热，不要保留我的心，像风中自我。警察是最辛苦的职业，郭家豪、王中煌、朱文辉是奉刑事警察局到菲律宾办案的刑警，从下飞机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已经知道这一趟任务的艰巨，而他们所追踪的经济罪犯程学伟又是一个绝顶聪明、城府极深的美男子，他深知台湾警方不可能让他逍遥法外，因此用苦肉计骗回往日情侣周艳婷的爱，同时也赚到了菲律宾华人黑帮势力周氏宗亲会为后盾，来对抗三位台湾来的刑警，几番危难挫折并未使郭家豪等人心生畏惧，在办案的过程中结识了华侨女子张义军，也勾出了郭家豪跟张义军的一段奇丽感人的恋曲，程学伟几次谋害三人不成，于是贿赂当地警官普查，联手诬陷郭家豪等人贩毒，最要命的是在侦讯中普查枪支走火，误伤了警员雅差，普查更趁势诬指家豪、中煌杀警逃亡，两人含冤莫白，在菲国警方严密的通缉中四处躲藏，险象环生，总算老天有眼，几番惊涛骇浪中家豪的清白被证实了，照理说在乱局下露真情的义军应该有了感情的归宿，但事实上却因胡小姐的来临一切都破碎。另一边，程学伟一帆风顺地在周氏宗亲会里崭露头角，引发的内斗绝不是面临退休的周华彪所能够想象的，最可怕的是郭家豪的死对头普查居然越狱成功，又挟持了文辉和马哈迪。哎呀，你这个脚拿下来吧，哎，你看你衣服这么脏，我去拿一件干净的给你换去。啊，你笑什么？组长，你看我们以前多安静，自从欧主任介绍胡哥进来，每天就嘟嘟囔囔的。哎，这件呢是新的啊，赶紧把它换起来。胡波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我这才穿一天嘛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哎呀，又不要你洗，要你洗啊，一年才换一次，难怪呀，你逃不到牢。哎，谁说的？以前那个朱莉小姐是迷我阿舅迷得要死哎！哎呦，你看一看你这个衣服，哎哎，你看你这个衣领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我闻闻看，哎呦，都是汗骚味啊！哎，我要带你去换。哎哎哎，阿舅，哎，救命啊！哎，阿舅，哎，你也要去？哎啊，胡峰，我跟你说，我不用换嘛。来来来，哎，阿舅，来来来，哎呦，快点换啊！真是。组长，组长，哎呦，你要把衣服换一换吗？待会儿吧。哎，阴阳怪气，八成啊又失恋了。喂，哎，我是。
这个陈学威是走狗，我说你。你以后不要被我碰到，臭小子，这笔账你给我记着。我们走。哦，真有这种事？周叔，他毕竟是陈学伟那边来的人。马丽娜不是回来了吗？让他去摸摸宋子峰的底。是。谁？是我。来了。你不认识我，你叫宋子峰。对不对？看着我，你现在很不舒服，你感到很疲倦，对不对？我问你，你是哪里来的？我是台湾来的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是谁叫你来的？赵老爷派李子成要我来的。你来做什么？摸宋子峰的底。宋子峰是台湾的枪击犯，亡命到菲律宾，投靠陈学伟。陈学伟量小，不能容人，所以来投靠周老爷子。宋子峰对周老爷子仰慕已久，忠心不二，能够在周老爷子身边是他生平所愿。记住我刚才说的话了没有？你要去告诉周老爷子，去。是。
大小姐，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你怎么还不睡呢？哪有那么早啊？子枫哥，你好像不快乐。大小姐，那你呢？什么大小姐大小姐的，我叫燕婷，燕子双飞的燕，亭亭玉立的亭。是大小姐。你又来了，燕婷。是燕婷。这才对嘛。子枫哥，你喜欢跳舞？玩不玩牌？那你喝杯酒。那你一定也没有女朋友喽。哎呀，那你这样人生多无聊啊。好，那我倒要反问问你，你这辈子有没有缺钱过？那你们在冰冷的冬天早上还爬起来送报过？在炎热的夏天最毒的太阳下面，口渴的要死，想喝杯水没钱买，那你的人生也是很乏味啊。你哎，对了，子枫哥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？这点我就比不上你了。子枫哥，你不要这么说嘛。子枫哥，我好喜欢听箫声啊，你可不可以再吹一遍给我听呢？好啊，不过我吹得不好就是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要钱我就得给。要是弟兄们都这样的话，那我还怎么混呢？啊！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划分界限。哎，你今年多少岁了？咱们是多少年的朋友啊？啊！废话少说，今儿个我可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我要跟你割袍断衣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好，你知不知道叛帮是应该怎么处置啊？笑话，我现在也不在你们帮里边，随便你，我只要问你给不给钱。休想，一毛钱都不给。你已经不在帮了，你还要什么钱？你行，算你有种。好，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还真可恶，真可恶。哎，杨叔，要不要先拿了他？你看这三十年的朋友，弟兄们搞成这种样子，这不是中了邪了吗？这杨叔，我的意思是，哎呀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看还是把弟兄们找来，咱们研究研究。可是，万一路叔他先动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知道怎么做。是你，你想不到吧？屠曹，我等你好久了。小干部来接头，你不是要杀我灭口吗？灭口？屠曹，你别开玩笑了。以你目前的身价，至少比郭家豪高十倍。你以为我钱太多了？再说，我杀了你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反而少了一个伙伴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但是你为什么要我在里面？干警官，胡查，你也是干警察的，你应该知道要弄一个人出来，要打通多少关节，要花多少时间，这并不是有钱就可以办到的。好，那我问你，那刚才车上面打枪手什么意思？枪手？谁告诉你？哦，你是说那两个弟兄？胡查，你以为你可以光明正大走出大门？你以为我们都不需要做点准备？那为什么对我开枪？如果你是他们，你会不会认为你被人劫持了？就算我被劫持，也不应该开枪。屠曹，
我这里有30万。停下来，给我再来一点。我操，你太多余了吧。停下来。这一枪算你走运，下一枪就没这么侥幸。滚！站住！这里是10万，你拿去。有什么铁证？人抓到了，你自己处理掉，用不着交给我。事成之后，照约定，我再给你20万。如果搞不好，不成，你就不要再来见我。你先把那20万给好，我随时回来拿。小哥，谢谢你。志宇兄弟，不用客气。我今天来是要跟你谈谈有关燕婷。陈哥，请坐。我知道，他最近跟宋子峰走得很近。你知道？难道你不在乎？你认为我该怎么办？你至少应该表明态度。如果在5年前，我会杀了宋子峰。但是现在，现在怎么样？大丈夫当立大志，成大业，岂可为了女人而怀忧丧志？陈秀文，陈哥，由他去吧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难道你还要我跪着求他吗？陈秀文，我告诉你。你要是辜负了燕婷，我就把你给杀了。邹燕婷，我告诉你，陈先生，你自爱。你什么东西，宋子峰？你只不过是个下人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，你给我滚一边去啊！陈学伟，他是不是下人？是我家的事，这是我家，你给我滚！燕婷，你为了这小子跟我翻脸，你，宋子峰，你打了你！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！丁丁，周叔，这小子跟燕婷……好了，你不用讲了，我全知道了。周叔，行了，你走吧。陈老板，陈哥来了。请他进来。是。昨天的事，我很抱歉。你总算了解我了。至于那一拳，你认为值得吗？不。我了解你，并不表示你做的对，你懂。燕婷赶你走，并不见得她偏袒宋子峰，更不见得对你忘情。问题出在你自己，你太冒失了。燕婷的脾气，你又不是不了解。她一向同情弱者，你先出手打人，不是反而替宋子峰制造的机会。陈哥，这怪你哦，把我弄得心浮气躁的。还有，他们两个那天，我学伟，当初。我红手将燕婷让给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比我更能够让她得到快乐。如果今天你就这么轻易毁了你们之间的情感，而又不加以珍惜，当初我真是瞎了眼。我不说了，该怎么做你自己想想吧。陈哥，我送你。不必了，对燕婷好比送我更实际一些。
燕婷啊，我是学伟，今天晚上有空吗？跟宋子峰有约。那中午呢？好，我在喜悦餐厅等你。现在喝一定很贵。嗯。喂，你是来陪我洗衣服，还是来喝椰子鸡的？当然是来帮你洗衣服的，我来帮你。太冷，太冷。叔叔，叔叔，怎么有椰子喝？一起来用吧。啊！他是我的朋友王中华。哦，你就是那外地来的小子啊？以后还要请您多照顾。没问题。我可是在村子里土生土长的，以后有事情找我好了，叔叔。哎，嫂子，你少啰嗦。还有钱没有？叔叔，我不是昨天才给你的钱吗？哎，那么一点点，连买杯酒都不够。叔叔，你该不会是要去买那？少啰嗦了，跟你要点钱你就啰里啰嗦的。叔叔，我没有嘛。你不要以为你长大了，我白养了你20年，你翅膀长硬了，我拿你没办法了。叔叔，你不要这么说嘛！快拿着，早拿出来不没事了吗？哎，快点来，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好了啊。乃王叔，我想请你帮我找个工作做，我这样闲着也不是办法。我什么都能做的，像搬货啊、开车，我都行的。哦，好，过两天找我哈。哎呦，我走了。啊，中华，你找我叔叔。没什么，小弟，我们喝椰子。哎，今天我来削，我削给你们喝哈。好啊。燕婷，我睡过头了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怎么会呢？燕婷，记得以前我们约会的时候，我曾经等你3个小时，喝了15杯咖啡，今天才喝第3杯而已。小姐，请问要点什么？哦，柠檬汁。是。燕婷，我们好久没有这样静静的相处了。是你自己不珍惜。燕婷，你真的冤枉我了。我承认我最近很忙，没有时间陪你。但是我这也是为了我们将来啊。你说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。你把事情想偏了。燕婷，我为昨天的事向你道歉。也希望你能够体谅我的心情。我一想到你跟宋子峰，我就把持不住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都明白。你来加油啊！不等你那个，你都让你母加油。不比格的，不比不比格，是给对比。听了个吧，爸爸，啊，听了个吧，我是来找乃旺叔的。我来询问乃旺，我来帮你扛。好重啊！乃旺，马根，新路白人到。你来干什么？乃旺叔，你不是说有工作给我做吗？我力气很大的，我来帮东西。哎，你真给我找麻烦，他妈的！谢。快点，我没事，没事，我从小把你带大的，你
只要屁股一撅，我就知道你要什么。是不是为了小林呢？八成呢，是他有了那个外地人，就不要你了。叔叔，你不要胡说。哼，我早就知道这小子不是好东西，现在既然欺负到我们头上了，我非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叔叔，你不要乱来，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。泰隆，泰隆，你去哪里啊？泰隆，他妈的，这小子，今天就是不好好练。我才不要呢！爹，你看那个赛鞍马功夫啊，真难看。哎，天的精神好皮了。真的吗？叔叔，您电话。谁呀？他不肯说，说我不在。可是，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您报告。喂，我是什么？胡说！我知道了，叫自成来。是。爹地，什么事啊？你那么生气、啊？不关你的事。周叔，广正轮的货什么时候到？下午2点。你们两个跟我到书房来。我刚都查过了，没有纸箱，纸箱都没少。好，嗯，慢一点。干活去吧，这大伙小心一点。好。周叔，您今天看起来心里有事啊。啊，坐坐坐。到这个工厂啊，我就有所感触。也是30多年前我第一次来这个工厂，当时我还是一个三餐不济的小工人。这么多年总算闯出一批天下来啊。哎，在江湖上闯荡的确是不容易，等于在刀口上舔血吃。年轻人做事情还是要谨慎一点，不要太严肃，心存忠厚比较好。是周叔。啊，子枫，你今年几岁了？27。嗯，完全一样。周叔，您说什么？啊，我有个孩子智儿啊，如果在的话，今年也27岁了。哦。啊，好像你跟我说过你是台湾大甲人呢。台湾大甲。嗯。周叔去过大甲吗？我没去过大甲，只是智儿的母亲是大甲人。这么巧啊！当初我跟智儿的母亲见面，第一次也是在这个工厂里。哦，她也是在这做工的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她是阔小姐。哎，我始终不能够忘记她。那周叔有没有试着去找她呢？找是找过，谈何容易呢？哎，周叔，周叔。陆叔他们来了。伯伯，你居然还有脸来见我吗？哟，彪哥，您这样说话就未免太伤感情了啊。这样，咱们今儿个干脆打开窗子说亮话，这批货嘛，你能拿得走吗？彪哥，一般小百姓分家都得分得清清楚楚，何况兄弟我嘛，现在要独立门户，就想分这么一丁点儿，不算过分吧？谁答应你独立门户啊？陆红，快点给我离开这里。嗯，好。咱们走。看看，你给我把他带走。
师傅，壮师傅，快把壮师送医院。Daddy， 目前的诊断有脑震荡的现象，需要观察一阵子再说。谦哥，燕婷，周叔不会有事的。陈哥，陆叔刚来电话，请老爷子回电。哦，慢着，陈哥。如果我料得不错，陆叔一定是想用宋子峰来换回货。他如果提出什么条件，千万不要答应他。陈宣伟，你要害死宋子峰是不是？燕婷，这个时候你还说这种话？如果我们不答应他，周叔醒了，我们跟他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如果答应他，谁敢担保宋子峰可以活着回来？陈宣伟，你……燕婷，学伟说的有道理。学伟，你跟陆叔比较熟，我求你跟陆叔说一声好不好？让他把子峰放回来。燕婷，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单纯。可是子峰他……好吧，陈哥，待会拨几个弟兄给我，我来想办法。Daddy， 给我狠狠的打，打到他说出来为止。是。说，那批货在哪里？不知道。说，货在哪里？不知道。说，货在哪里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出来！想不到，你还真是条硬汉，啊！但是，我替你不值，因为你这条命没有那批货重。你可知道彪哥那儿是怎么对你的？啊！我只求自己，问心无愧。啊！哼，倒真是条汉子啊！陆叔，要不要？我用了。要说他早说了，这种人用硬的是不行的。好了，替我把他放下来。叫你把他放下来。是。姓陆的这一辈子最敬重的就是讲究忠义的血性汉子。宋子峰，我也不为难你，可是那一批货我是志在必得。那么很抱歉，只有委屈你在这儿多待上几天。什么事吗？陆叔，周叔恐怕不行了。哼，早就该死。货在什么地方？不知道，不过我迟早会知道的。这不是废话。迟，迟到什么时候？一年还是两年？陆叔，我跟燕婷的关系，你应该知道吧？这跟货有个屁关系啊！怎么会没关系呢？周家大大小小的事，现在都是我在打理。周叔身后的事，我现在已经可以做主了。陆叔，
就这么说。小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？听说他最近跟一个外地人在一起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。啊，这两包东西。哎，那好像是小林。我马上，快点！哎，小林，你怎么了？我眼睛好像进沙了。哦，我看看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他们两个挺好的。我已经老了，不太记得年轻时候的事了。但是，讲到小林，他实在是浓美村的一朵花，不但是奶太浓，全村的年轻人都对他有意思。可是，我也看得出来，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子是留不住他的。东皇，我倚老卖老的问你一句话：难道小林对你的意思？你就一点都感觉不出来吗？村长，人非草木，谁能无情？可是我命中注定要东奔西跑，我怎么忍心去连累小林？东方，如果你愿意娶小林的话，我们这个村子是非常欢迎你的。等我退休之后，我村长的位子……不，村长，我是吃公家饭的，此刻又有职责在身，实在是不敢有这种想法。那你对小林究竟是什么态度？我只能把他当妹妹。小林，小林，小林，小林。先生，请问，哎，下次在不在？这，你说的是哪一个张小姐？我说江一俊。我们老板已经很久没有来了。他到哪里？我不知道。说。队长，队长，说。他回到乡下去了。要是敢骗我，我回来想把你打死。来，快走。谁叫你跟着我们的？说说，拿走。开门见山来谈一谈，我要是想再跟你们玩下去，谁跟你玩了？你说怎么说？很简单，100万匕首，你们把我兄弟放了搞翻了，给100万，不算多吧？还有呢？还有，这很简单，你们马上滚回台湾。钱有，一毛也不给，回台湾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认为在菲律宾的警方里面仍然有普查的党羽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普查不会到今天仍然逍遥法外。我们这里啊跟您台北不一样，菲律宾的警方啊可以随便找几个理由拒绝受理你啊，所以我认为啊报警是根本行不通的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得求自保了。主任，像普查这种狗东西谈判不成，他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
汪校长是这个样子。从今天开始，大家提高警觉，千万不要大意。是越来越危险。普查这个人只会蛮干，哪里是嘉豪的对手？恐怕唯一难缠的就是程学伟这个人。依我看，他母亲陈老太太可也是不简单。你怀疑陈老太太？我觉得她病得蛮突然的，也很古怪。那你应该到医院查个明白。还有，马莲娜跟程学伟到底什么关系，你应该查个清楚。再叫熬下去，我真受不了。这两天不见普查来找茬，蛮奇怪的啊，挺安静的。这人孬种啊，他怕了。谁？谁？谁怕谁？啊！你神经病你！啊！吴伯，你不了解普查这个混球，他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死缠活缠。组长，你没看他对张金那个德性？普查这个人，我们不能低估他。他在菲律宾横跨黑白两道，这两天不见他动静，恐怕有别的企图。你还站在这干嘛？站岗去啊！哦，组长，我是真搞不懂，他葫芦里是卖什么膏药？我想他今天晚上不会有所行动。文辉，马阿迪，就麻烦你们明天再辛苦一趟，去查查看普查的下落。哎哎，那不行啊，那不行啊！那都万一要是被逮到了，那还能活得回来啊？怎么了？你怕死？你不想做英雄吗？我当然是想做英雄啊，可是我也不要做一个死翘翘的英雄啊。马哈迪，你是土生土长的菲律宾人，稍微打扮一下的话，别人认不出来你是谁的。组长，我真没出息，你大不了我们一起去。